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诗谈。前两天在密苏里州的一家中餐馆，一位38岁的华人店主潘先生在一起劫杀案中被歹徒枪击身亡。根据圣路易斯当地的警方通报，这起枪案是发生在5月30号晚上9点45分，地点呢是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叫圣路易斯厨房。当时这位38岁的华裔店主潘明华和一位56岁的厨师在餐厅打烊后遭遇歹徒抢劫，并向他们俩开枪，其中潘明华腹部中弹当场死亡，厨师则脚部中枪，目前凶手仍在逃。据潘明华的一位朋友说，潘经营这家餐馆已经有10年，好不容易生意做稳定了，却又遭来如此横祸，听到这个消息后确实令人震惊。据死者家人向当地媒体讲述说，潘明华和一名员工，他俩是在餐馆打烊后走出餐厅时遭遇抢劫，在抢劫的过程中劫匪向两人开了枪，最终造成一死一伤。另外，据熟悉死者的亲友向《世界日报》透露说，劫匪疑似是这家餐厅的前员工，是一名非裔，因为前一阵子他被潘明华开除。不过这位亲友的说法目前尚未得到警方确认，警方表示此案仍在调查中。据报，潘明华来自福州，他在10多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到美国，然后一直就在中餐馆工作。10年前他和父母接手了这家位于圣路易斯地区的中餐馆，后来他结婚生子，持续经营这家餐馆。据了解，这家餐馆圣路易斯厨房位于当地的非裔聚居区，因此餐厅的员工顾客也都以非裔为主。据警方称，因为语言障碍让他们很难确认枪击的原因，警方也接到了附近商家提供的监控录像，其中包括枪击的全过程。据当地警方记录显示，这家中餐馆曾有过多次报警记录，其中包括发生在今年3月份的一起入室盗窃案。在上周末，阿拉斯加发生一起船难悲剧，当天一家8口分别乘坐2艘船出海垂钓，其中的一艘船失踪，这艘船上共有5人，目前已确定3人已遇难，另外2人失踪，其中死者中包括一对华人姐妹。据美联社报道，在这场悲剧中，华人姐妹一位是56岁的 Brandy， 姓刁，另外一位是53岁的妹妹叫丹尼尔·阿格乔利，以及她的丈夫，3人的尸体目前已经被找到，而 Brandy 的男友61岁的罗伯特以及当时开船的船长，这2人至今未找到踪迹。据报，这5人当时乘坐的是一艘租来的船，据悉当时和他们一起出海的还有一艘船，这艘船上乘坐的是这2位华裔姐妹的父母和哥哥，以及哥哥的妻子。据美联社报道，事发当天，一家8口原本计划在阿拉斯加进行3天的出海旅行，其中有3人特意是从加州赶到阿拉斯加，和在夏威夷定居的其他家庭成员会合。他们先是在阿拉斯加租了一个小木屋，28号那天8人一起出海，结果当天晚上另外一艘小船如期返回了小木屋，但另外5人和船长乘坐的那艘船却迟迟没有返航，船上成员也没有回短信。之后租船公司通知他们那只船失去了联络信号，他们无法联系到这艘船的船长。后来经海岸搜寻队搜寻，在当天晚上7点左右在海上发现了这艘已经半沉没的船，并且在船舱内发现了2姐妹的遗体，在船附近发现了另外一名男子的遗体。截至昨天6月2号，海岸救援队才停止打捞工作，但到昨天为止仍未发现另外2人的踪迹。据遇难姐妹的兄弟 Michael 说，他们一家人已经有10多年没有团聚了，没想到这次的团聚竟然成了最后一次，在他们的8人大家庭中现在只剩下了4人。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还望老朋友多多点赞。目前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的状态下，中美两国的留学生人数出现严重失衡。在十年前，美国学生在中国留学的人数大约有15000人。在奥巴马时期，他曾宣布计划到2014年时鼓励10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后来奥巴马宣称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但目前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现在仍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大约只有350人，尤其是在过去3年中，在新冠疫情的大环境下，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已几乎停滞。但相比之下，目前在美国学校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大约有30万人。对此，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担心，这种失衡状态可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长期影响。上个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两国的年轻人有必要相互熟悉，增加在华美国学生的数量，对培养美国政府下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至关重要。但现实情况却是，在美中贸易战、地缘政治、新冠疫情等问题的影响下，美中关系持续恶化，因此到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变得越来越少。据报道指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的一流大学以及这些学校所提供的奖学金所吸引。最近，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当地警局证实，在5月2号到16号之间，大克利夫兰地区共有27名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失踪。由于人数众多，前所未见，引起警方的高度关注，怀疑这些失踪者遭到了帮派的绑架而身处险境。据当地警局局长马乔伊他说，我们不知道失踪的这些孩子发生了什么状况，他们是否被贩卖，或是否参与了帮派活动，或与毒品有关。他说，多数失踪者可能是因为逃离家庭而非绑架，但他又说，青少年很容易被所谓的披着羊皮的狼所诱拐，因为很多青少年在急需保护时会转向帮派寻求帮助，从而引发劫车、抢劫等犯罪，甚至卖身吸毒，导致青少年沦为瘾君子。他说，除非这些失踪儿童为他们发出安博警报，否则这些失踪案不会登上新闻版面。另外，据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约斯特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去年共有15000多名儿童失踪，其中有4人被寻获时已经死亡，只有5起失踪案是被陌生人绑架。到目前为止，警方已寻获36%的失踪儿童，但在2023年仍有615人下落不明。昨天，佛州州长德桑迪斯在南卡罗来纳州拉票演讲的过程中遭遇民众的示威抗议，德桑迪斯对此进行了强烈回应，并赢得现场支持者掌声。据美联社报道，已宣布参加总统党内初选的佛州州长德桑迪斯2号来到南卡的雷克辛顿出席当地的造势活动，并发表讲话。他说，自己在佛州留下的政绩有立法禁止图书馆收藏荼毒学生的书籍，避免跨性别和讨论种族关系的内容进入校园，此举只是为了保护学生，以免他们受色情及不良东西的影响。然而，当德桑迪斯讲到这些话时，一名女子高声大喊，突然打断了他的发言，并指责他推行法西斯政策，企图建立警察国家。随后，这名示威女子被安保人员带离现场。随后，德桑迪斯在台上回应说，我们绝不容许某些阵营把具有争议性的议题强加在学童身上，自己将会为学童的福祉挺身而出。据报道称，德桑迪斯的这番话引来了现场支持者的一阵掌声及欢呼。然而，就在这次活动的前一天，川普曾扬言，自己只需要6个月就能消除拜登政府的施政影响，而根本不用像德桑迪斯那样需要耗时8年。对此，
德桑蒂斯在昨天的集会上表示，他说，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专注地完成任务，而不是短时间的决策。据分析认为，他的这番话似乎是在委婉地嘲讽川普，只擅长哗众取宠，空谈后又无法带来实质性的成果。此外，德桑蒂斯还坚称自己可以展现领导才能，来瓦解拜登政府脱离民意而构建的官僚体系。另外，在演讲期间，德桑蒂斯还引用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期的著名演讲，他说自己会像当年英国抵抗纳粹般的来抵抗左派的觉醒文化。据报，自从德桑蒂斯宣布参选总统后，连日来他一直都在马不停蹄地走访三个早期初选州，共出席了十多场活动。但据最新民调显示，进入五月之后，德桑蒂斯的名望仍落后于川普，而且还在继续下滑。据雅虎的一份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从五月初的 48% 升至目前的 53%， 而德桑蒂斯则由 28% 跌至 25%。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将会对俄国展开反攻，并称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说，不确定将花多长时间或进行何种方式反攻，但我们坚信我们将会成功。今天3号，泽连斯基的访谈内容被媒体刊出。据路透社引述泽连斯基在访谈中的讲话，说反攻行动可能以各种各样截然不同的方式展开。据报，近期因乌克兰数个地区天气干燥，因此更引发外界对于乌克兰即将发动反攻的猜想。目前，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南部、东南部占据大片土地。据乌克兰军方3号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东部地区顿涅茨克州的城镇马林卡是冲突的关键点。据军方报告，乌克兰军队已在该地区击退俄军的14次全部攻击。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日知多少，小楼昨夜有东风，故园不堪回首，摇篮雨情应犹在，只是如烟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